Dave 老师，今天双十一耶，11111 ，Dave 给你四个涨停板，有的有创维哦，你一定有，有金鸿是的，凡轩就昨天节目讲的啊，那还有第四个呢？对，是谁？打来问，看节目。欢迎亲爱的好朋友来到股市最前线，我是品化，现场你邀请到的是领先趋势掌握未来华冠投顾高敏章高老师 David 老师，你好。主持人好，全国的投资者大家好，我是 David 高敏章。今天来到了11月11号双十一哦、啊、所以会有1111四个灯噔噔噔噔，哎，老师今天指数不是这么的好，今天跌了，现在恒指期12:50哦，盘、中跌110点。但是这种盘真棒。哎、欸，其实 David 想问多次，加权指数大涨哦，股票反而不容易涨停了，是、啊、因为容易涨台积电啊。嗯，但加权指数今天跌100点，果然全部涨停、嗯，真的，一次给你四个灯。对，恭喜全国好朋友们哦！接下来四个灯哦、嗯，我们一档一档聊给大家听。我们从比较贵一点点的，比较贵一点点的。昨天我不是讲吗？那个金鸿拉尾盘要注意吗？有哦。我昨天节目上有讲吧？嗯嗯嗯嗯，对不对？有。我们先给大家看金鸿嘛。好的。3141金鸿，恭喜各位，今天老朋友又涨停了，涨停板，亮灯涨停板。有的有的、欸、有的。为什么金鸿会涨停？为什么 David？ 为什么昨天会突袭式拉尾盘？对，三个字送给全国所有观众。好，元宇宙也跟元宇宙有关系、啊。金鸿有啊。电子标签当然算啊，是不是？不然你们 Amazon 的商场刷谁的？刷他的电子标签啊，就是刷金鸿，刷金鸿的啊！我上次不是讲过，我120块叫你买金鸿，不就是说为了 Amazon 刷他的电子标签？嗯，你看我如果先讲哦、喔，虽然这是有点八月十几号的事，哎、欸，已经倍数翻了、欸，还好啦，小钱啊，赚一倍刚刚好而已，没有赚一倍也可以嘛，赚个5成有吧，刚、欸、好而已，哎、欸，好，有赚就好，有赚就好，有，老朋友大家都有赚，又亮灯。我昨天节目上我讲哦，我说那个金鸿拉尾盘要小心了哈，有先预告偷透露喽。好，那再来换另外一档，嘿，另外一档，只要你看本节目一定有的，谁？6104的，哎呦。创维，创维，我们小威、啊，恭喜全国所有好朋友们，小红涨停，小威说：“哎、欸，不对啊，你今天怎么250了？我怎么才100多？啊、我也来追一下好了。”所以6104是创维，恭喜全国好朋友们，3天2个灯，三天亮两个灯。对，今天早上我还让那个有一些客户钱比较资金多一点点的，再给他加嘛。我说：“那各位还有钱吗？还有账户还有其他的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那我们小买个10几20张就好。”哇塞，10几20张这样子也，他们资金够了，可以了。哦不当然，观众朋友们，你不要说老师，那我如果资金没那么多，那你本来就有嘛，嗯、你就继续给他涨停就好了，继续赚就对啦，对不对？你买10张也是涨停啊，买100张也是涨停啊，也是涨停嘛，没有差别嘛，都是10%而已嘛，没有9.9了，没有10%。好，这档也是，我前几天不是讲过，它也是元宇宙啊，元宇宙，哇、欸，你会觉得很奇怪哦。今天5269，翔硕，哦，老师，翔硕快跌停了，哎、欸，他也是，对，老师，哦、翔硕快跌停，那、啊、为什么你们家小威快涨停？哦，对呀、啊，然后威风电也大跌啊，为什么你家小威涨停？老师，高速传输不都是今天都跌啊？就走今天都跌呢，创维涨停，因为它不 key 掉嘛。因为上俗嘛，是啦，对啊，因为上俗嘛，伊都无去掉嘛，哎，这样合理吧？合理。所以为什么跟你说，天边的彩虹不要追，对不对？我们专门锁定刚起涨的，刚起涨，刚整理完，刚要突破的，没错，这样不就涨停了？当然啦，哎，开心开心开心。好，如果说老师呢？我觉得150-160块的股票是太贵哈、啊啊，再来一档便宜的。我昨天节目上跟你讲的，还有台积电的概念股，嗯哼，这做设备的6196，6196有这张啊？我昨天节目上不是跟你讲，有，我说凡轩拉了，那注意哦，嗯、今天涨停了，又涨停，昨天没涨停哦，昨天没有，是今天才涨停的哦，给哪里哦？昨天拉上去丢回来哦，你早上还有时间哦？有啦，你昨天听完节目你都来得及啦，哎、欸、有喂、欸、有喂、欸，这样三个灯送给你了哦，有三个灯，我都有公开哦。那老师，那第四个呢？刚刚不是灯，我们刚刚是从最高价的金鸿嘛，对，再来到凡轩，再来是那个创维嘛，然后再来凡轩嘛，那手都来。好，最后这一个是台瑞档，这个我就不公开了。你看这，给大家看这个，哎、欸，旁边隐隐约约这是五还是六之类的，点五了，还有小数点了，虽然不是很贵的股票。好了 ，Anyway，、这一档股票呢、就直接开放给全国所有观众、听众朋友们自己打来问。这个跟那个控八控控太像了，哎呦，这个我就不能讲。
好不好？我刚我分享很多的股票今天涨停了，好，不要说 David 都没照顾你们了，是是是啊，这一档我就不能讲，它也是低价股，它就是你不要管它高价低价，但不是很贵的股票，它就是什么？它就是跟控八控控很像嘛，哎呀，很像，对，所以这一档有机会可以刻在你的心里啊，刻在我们心底的名字，哦，了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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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参考一下参考一下啊，有兴趣的朋友们自己打来问哦。继金鸿、创维、凡轩之外的另外一个灯是谁？是谁？请各位观众朋友们、听众好朋友们自己打来问。好的，这一档就给各位了、好的，好的，好，标股就是你的哈，所以亲爱的老朋友啊，走过路过经过呢，想知道呢，今天我们的双十一给大家一次四个灯，创回亮灯、金鸿亮灯、凡轩亮灯，那么另外一档到底是谁？还有一个灯是谁？还有一个灯是谁？想知道的好朋友，通通不用猜，来电。标股就是你的，欸、真的，加权指数跌130点呢、是啊，真的、可是为什么我们全部都涨停了、我觉得这样盘，你们的股票这么强，有道理吗？啊，就又是你们，有够犀利，太棒了，就是暗暗呢。对，这才是我们的 style 嘛。真的真的，前两天指数大涨，我就觉得比较看不无聊了。已经太无聊，好，因为股票不容易涨停，会有点无聊了。但是你发现呢，指数拉回反而，资金跑到了这些中小型的个股上面。其实台币股市哦，这个多头很强哦。你不要管指数今天涨跌哦。以我们的研判哦，这个加权指数哦，最好是慢慢的往18000推。对，没错，不要拉太快。你记不记得两个礼拜前当教练指数拉很慢的时候，我们一个礼拜就快30个灯了？有，记不记得？超快的，两个礼拜前有。而且指数拉的快的时候，反而灯比较少。今天指数不涨，马上全部亮灯，一次亮4个灯。哎，这个 tempo 有没有觉得很熟悉？有，对，这就是我们的 tempo， 就是各位观众朋友们。各位听众，好不好？您的 tempo 赚钱的 tempo 不能就应该那样。所以这样好不好？不要以为看到指数拉回，我就开始唉声叹气。没有哎、欸，今天只有跌嘛？今天跌那个谁？就台积电了。就是对啊，就台积电拉肚子。今天就跌台积电啦、啊。它不涨反而。台积电为什么拉肚子？其实我昨天跟你分享过。哎、十月营收掉下来哦，美股 ADR， 台积电 ADR 大跌。不意外啦。我昨天有没有跟你讲个故事？记不记得？台积电最大的敌人是谁？不是 Intel， 也不是三星，是他自己。是的，我昨天我们节目上跟你聊这件事，没错，有的。好，为什么呢？来，有一张图给大家看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那听众朋友们，如果看不到，麻烦订阅 David 的频道 ，YT 频道，本频道不用钱，你有订阅就看得到，免费订阅。来，这个画面上这张图，你会看到紫紫的光，紫，对，这叫极紫光，极紫光，对，紫紫的光不是紫外线哈，紫外线是你看不到的，我差点要戴护目镜了。对，没有，这它的光线很强哦。对，极紫光机的很贵，你知道吗？艾斯摩尔的极紫光机的超级贵，你知道吗？那不是几个亿啊，是几十个亿，几十个亿，哎呀，是美金哦，是美金呢，不是台币哦。所以它那个极紫光的机台比战斗机还贵啊！哇塞，好可怕哦！那它这个灯光这样绕来绕去，绕来绕去哦。我们讲的光学投射哦，大家一开始会觉得说啊，就是这样投影上去嘛？没有，没有那么简单。极紫光是要经过多重折射。把光照上的图案经过多重折射之后，才会投影在晶圆片上，所以才有办法做到5纳米嘛。你等下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画面上看到这是5纳米的极紫光机台。那5纳米已经搞成糟，那3纳米怎么办？对呀，对，这叫3纳米很难量产，因为它已经超过了光学投射投影的物理极限，对，极限值了。对，就是边缘会被模糊掉。对，没错。这不要多，就是光学，因为为什么可以变5纳米？它就是它一直折射，才把它变那么小啊。对，它其实好多折了，一折对，没错。而且极紫光就是因为它能量很强，它比较多重折射这种上去刚刚好。那刚好可以把它可以到，因为极紫光可以做到更小，极紫光可以到3纳米、2纳米，甚至1纳米都有可能。只是极紫光做到这么小，对啊，我达成它的目的。问题是它现在暂时无法突破物理极限了。边你的每一个设计投上去，边缘开始模糊化，那你亮度就掉下来了。对，没错。对，五位就清澈，五位边缘都高起，黑丢，还被圣像哎。这真的是超高技术，对，只有有画面你看得清楚。对，台积电要克服这样子的一个，那要靠台积电自己，真的真的真的，因为别人帮不了你。最大的敌人可是 Intel， 连车尾灯都没看到。没错。他说：“三叔，三叔，等等我。”说：“啊，下辈子了。”韩文听不懂，没事没事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来这样子盘涨的这个速度，这个 tempo 就是我们赚钱的 tempo。今天双十一一次了，给您四个灯，继创维、金鸿、凡轩，另外一个灯是谁？自己打来问喽，广喜。留给您打电话喽。好的，
我刚才在想说，哦，还好金华科还没涨停，不然今天就变五个灯了。到双十一会多一个灯怎么办？或双十一送啊？对啊 ，OK 了 ，OK 了，多亮两个灯 ，OK。对、啊，我们那个实验小姐说，老师，你今天到底要发几次涨停？我说不用急，搞不好等一下还有。对，我觉得等一下可能会有。不会啦，这样四个灯可以的啦，不要太多，四个太多，对，太多我会害羞。太多反而节目不知道该如何讲，太多我也不知道讲什么，而且涨停有什么好讲的，就很无聊。好了，刚刚跟他聊，其实台积电这个东西、其实不是只有6196反宣涨、台积电的设备相关的公司，其实今天很多都有涨、所以你有空可以注意一下、那这个族群你不是台积电涨跌而带动的、是整个全球在发展半导体的代工、全世界都像台积电高雄设厂嘛，它在日本也会啊，对，没错。然后美国厂嘛、那像美国的 Intel 要自己做那个晶圆代工嘛，好、这些设厂都会让设备股有机会，所以像凡轩就是跟 Intel 有关系的嘛，好、然后上次跟他讲3374的精彩也是，然后3413的金鼎也是，然后这些大家都可以去稍微留意一下，是的，很多股票都已经蠢蠢欲动。不掉哦、至于我们今天四个灯，除了金红是也是元宇宙啊，宇宙对，刘伟宁创伟也是元宇宙啊，宇宙啊，6196凡轩，我刚跟他聊过了，台积电哦 ，Intel 的，再来还有一档，还有一档是谁？是谁？因为他比较奇怪，跟库马共和很像的，所以我值得请你打来问，好吧？因为他真的长得奇怪，是真的不太好说，节目当中真的不太好說。我跟你讲，我夏姐。现在11月，他十月营收超烂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他却涨不停，他就涨停了。哇！很多时候我就看到这种数字、然后我就看那个买盘、我就心里 OS 就是，这就是鬼故事。你以为只有雪红姐姐会讲鬼故事吗？David 也挺会的，也挺老师也挺会的。所以我昨天才讲说，有人问我威盛，我说不错，很好啊。红拉电脑，老师要的基本面那好。我们的股票也是涨这样，可能一直涨停，我有办法。我不太好讲别人，我不能批评人家雪红姐姐什么股票很妖，我的比她妖，我什么资格讲这个话？对啊，雪红姐姐是妖股大师了。老师那档股票好像真的很妖哎、没有人讲哦。又没有人讲，真的没有人，怎么那么可怜啊？没有人说，只有我有兴趣了，好吧？那就你们赚钱了。我有兴趣，所以你们赚钱了。老师给大家的标股后，出比出比啦，真的，除非它真的是涨上来，就像是之前的爱普一样。不是，我要等到人家有基本面我才要讲啊。人家大家不写基本面，我就不想讲。好，因为大家人家不写，我们就赚就好了。对，我为什么要讲？对，我有赚就好，我讲那么多干嘛？对，没错。他从我们那个控盘控管从二字头变三字头变四字头，现在六字头。你看翻了几倍，很可怕哎。没有很多了，还好啦，三倍输我一点点而已。好了，不多说。好可怕，真的很可怕。好，来，下半段。下半段大家想聊什么？咱们想聊什么呢？对啊，股票四档讲完了。大家想听什么？其实今天哦，我觉得行情啊，聊一下大家加权指数啊，今天很好玩。今天很好玩什么？不是说只有还不错。很棒啊，就是机会，很棒啊，为什么我说很棒？对，我解释给大家听。好哦，very good。除了我们的股票涨停之外，你要想说，那老师，那我们的创维可以涨多远？金红可以涨多远？凡轩可以涨多远之外，对不对？还有那个继控暴控股之后的神秘妖股是谁嘛？对。那嘉轩指数还是有人关心吗？我们稍微聊一下哈，不是讲坏的哈。好，大家会想听到。我是要好奇嘛，那今天跌100多点，对啊，会不会继续跌？不对啊，可是股票涨停嘞，那指数跌嘞，好像很好嘞，对，这样才对嘛，真的。我们来聊这件事。好啊，来喽。欢迎继续回到股市最前线的节目，亲爱的好朋友，今天的双十一 ，Dave 老师直接给您四个灯，继我们的创维、金鸿、凡轩，那么接下来这一档老师一直没有公开哦，这一档不要公开了，不要公开，真的不太好说。控马控股很像控马控股的这一档神秘的标股，上次跟他聊那个控马控股就是那个什么控嘛，对，就是什么控，就是20几块变下60几块，对，那一次的哈，所以想知道你不用猜，你不用猜，反正你当然就自己打来问，自己打来问，然后来这边的电话直接打电话进来问，因为这一档其实是很特别的股票了，就是说它真的很特别。它明明九月营收、十月营收都是年减50%，让你看到会害逃。然后就看它不对啊，你九月营收年减50%就已经开始偷偷涨，不，十月营收又年减50%，结果今天给我搞涨停，又涨停了，你这样对吗？啊，你刚丢对嘛？所以你就是控八控恐内挂的嘛，好可怕哦。其实有些股票很好玩，我最近还注意到，除了此之外，还有一档股票很好玩，所以我们刚讲的什么控八控恐，它这个什么神秘的奇怪的股票，还有一档股票很好玩，哪一档？
有一家公司哦，我会有没有你可能知道我讲哪一档因为你有买哦。嗯，有一家公司哦，很好笑。嗯，今年上半年哦，赚9块钱，不错吧？那没办啊，对不对？没办，没办。然后第三季营收加上去之后呢，还是9块钱。哈，他第三季没赚钱？对对对。可是你觉得奇怪哦？你看，如果你上半年赚9块，那你起码一个季度可以赚3-4块吧？对，这样对不对？这样算起来是啊，那起码你下第三季好，再怎么差有没有1块2块，对不对？他没赚钱，零。怎么讲？他啊，可是营收没有掉哦，公司没开吗？有人说你这3个月是什么？对，在干嘛？在打蘑菇仗？你已经去了元宇宙了吗？你可以回来了吧？为什么营收有进来哦？为什么第三季突然那个 EPS 归零？为什么是零？好、啊，他公告就说啊，因为那个我们那个报价下跌了、嗯，然后因为那个什么汇兑损失啊、嗯，因为台币那时候强嘛，对，我心里就想了一个，哈，你一定有鬼，你知道汇兑损失怎么算吗？汇它的汇差吗？汇差怎么算？怎么算？汇差认列啊，对，那怎么认？怎么认？对，我怎么一次把它全部认完？哦，懂吗？观众朋友，听懂懂我为什么一次要把它认完？我明明上半年赚9块，结果第三季把它勾，他原本应该赚3块啊！你到底做那3块把它全部弄掉？那后面他玩什么？你干了什么事？干得好！哦，现在知道什么叫妖了哈 ！David 就是这么妖的人，居然也可以让老师知道。这个我没有知道啊，我只是觉得哈，这种做法真的是太棒了。那这样子的说法算是拙劣吗？不会啊，很多人就被洗掉了。真的、哦，哎呀，他就一公布，对不对？那天马上大跌嘛，然后马上股价哒哒哒哒降。天哪！不知道的人，不要笑那么大声，所以不能说那档是谁。不可以，不可以。我们怎么可以笑别人呢？不要说股民代号，没礼貌。好，我私下问。对啊，我们录完再问我。真的好妙哦，真的好贱，真的很贱。前两季赚9块，很多呢。然后第三季零。家里第三季还是9块，那去哪里的？刚刚对啊，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啊。当然，因为我们不预设立场，所以我不要讲股民代号。是，反正凡轩你也赚到了嘛，对不对？金鸿你一定赚过了嘛。赚到啦！如果你昨天有没有买，那你觉得嫌它贵就算了。那至少6104创维你一定有嘛。有的啦。今天早上如果你不想加嘛，你原本5张10张就把它赚上去嘛。是的，是的。好了，你就说老师，我原本就100张的，我不想再买，那 OK 吗？我可以接受。哼。对不对？这样就好了、会到哪里？其实大家自己猜啦，我就不要讲预设立场了。好，我们刚下班都在聊那个加权指数。对啊，为什么说加权指数今天拉回很好？但是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？老师，注意看哦，一件事很有趣。是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哦，对，其实电子股没有很强。早盘是钢铁很强，传产的部分强。然后呢，当创维一涨停了，对，整个传产马上啪就下去了。所以今天尾盘才会跌100多点嘛？资金吸过去了。它是个正向循环。我只跟你，它是正向循环，跑到了我们的股票上面了，就不小心就拉涨停了，不小心就一个接着一个涨停、真的，你看它的，你看，就是这个时间点，对，一模模一样样。对，你会不是不对？指数杀了朋友，成你股票拉涨停。我只能跟你说，好朋友们，这样的方法。我早就料到了，所以我早上就已经先下手了。先下手，真的时间点一样哎。投资老板，你有订阅 YT 频道吗？全国朋友们，如果你觉得 David 的方法还不够妖，你可以多看一下我们的节目，就习惯了。可能第一次看到的好朋友，新朋友觉得是你到底在讲什么鬼啊？老师，你真的节目到底在做什么啦？做善事啊。对啊，我们一直做。我告诉你什么股票今天可以先下的时候，明天有机会啊，对不对？我昨天跟你讲，你看了凡轩哦，今天真的涨停。对啊，你看，我说，这个金鸿对，今天涨停。哼，我怎么盘中录节目，怎么一看得知道它是对的？对呀，到底看到了什么？你看不到的东西，不该看的，会长睁眼的，会长睁眼的内容哈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三档亮灯工商涨停板，另外一档到底是谁？还有一档那个就留给大家打来问了啊。好好好好，所以呢，亲爱的朋友，来想知道另外一档到底是谁的好朋友？那个量比较小了，自己打来问好不好？跟控吧控股很像的那量比较小了，真的亮的。好，那我们偷偷打，自己打好不好？好啦，也不用偷偷打，自己光明正大打好不好？把好的股票哦，拢在手里就好。拢在手里，抱在怀里，赚到口袋里，太棒了！哇，
你的文采，你那个很厉害，对，六连鬼哈，我不连鬼，卖给。好，那老师说到了，刚刚老师提到台积电，美国、日本、南部，好，目前相继都要设厂啊，设厂。那他所带出来的商机，刚刚看到了，其实设备已经开始强了啊，不然完全不会涨停啊，真的真的。反正昨天我就不是讲说那是第一根，今天就第二根了，真的。我是不是第一根一当下就跟你讲了？有有有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来节目一定要收看哈，要每天看，每天听。是的，涨停板你也可以拥有的哦。对啊，然后不要问我说，老师为什么凡轩都不涨停，怎么突然涨停了？嗯，老师为什么金鸿整理那么久，怎么突然涨停了？好， okay， 那老师，那今天一次给大家四根涨停板，那我可以再询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这样会涨多远？这些股票，股票会涨多远？怎么看？你要从 EPS 的角度，还是从市场的角度，有两种看法。EPS 的角度就是因为现在是第四季，一定涨，明年赚多少嘛？对呀、啊。比方说，我们在讲，而智元如果明年赚有机会赚七块，那七三二十一嘛，嗯嗯，对不对？我们上次讲过、嗯，简单数学题目，对对对，要看明年能赚多少钱啊。嗯、好，明年如果赚超过七块，他就可能继续嘛。但我记得啊，老师画面上这档创维，我们的小威，小威今年大概六到七嘛，他其实未知的东西还没出来。啊，明年我不知道，自己问公司。他讲的好保留、哦，不想讲，不是不想讲了，你自己去问公司，不要问我，我不是老板。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商机，大的一个市场，大的一个未来的一个。因为切入 USB 4.0 这件事，其实大家都在做啊，对，只是看谁能够掌握到更好而已、啊嗯。所以你看嘛，5269，翔硕今天大跌嘛，有。对，威风电竞也跌嘛，对的。然后那个普瑞，那个对，那个普瑞，不太想讲名字，也对，没讲必走心。不是因为他就因为我没有赚到他，所以我不爽。6756威风电，对对对，威风电，那、啊、有我赚到，我就不会这样讲。投的心态会不一样，心态真的会不一直走心。没有，大家都知道我们讲的故事啊，也不怕被你们笑，对不对？什么老师190哦，不用买1900，股东会被套。对，就我笨嘛。大哥是对的，在四季大小弟本，好不好？1980，对对，谢谢。1980喽，1980，超级高哦哦嗯哦嗯，好了，不多说了，好好好。所以我们想想嘛，哎、欸，这时候回头一看，哦，威风电也不贵吧？对呀、啊，那创维更是便宜嘛，真的是便宜耶！你光比较刚刚的威风电、翔硕跟普瑞，一个2000+2000了，四档嘛，有两个超过1000块了、哦、啊，金金股啊，威风电500块上下嘛，那。今天创维涨停166而已啊，166哎，对呀、啊，那什么不贵？只是说，那到底创维能不能赚到那么多？我们就要看后面的业绩嘛。对，后面的业绩，我觉得股票要飙，还是要有一点点业绩比较好啦。但是总不好每一档都搞得跟空方空孔一样啊。但你听恭喜没办了哈。我不知道啊，平话讲我无听到。好了，有听到，好透露给大家哦。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对，李白跟他讲的。李白告诉我了，我昨天跟李白小酌了一杯。学老师的好了，这四档金鸿、创维、凡轩，另外一档是谁呢？今天亮灯是谁的？想知道吗？哈，不用猜，自己打来问喽。广告时间留给您打电话喽。节目最后再次感谢 Jeff 老师来到节目当中。OK， 谢谢平话，谢谢全国的好朋友们，记得打来问问那档很像空爆空孔的是谁。YT 频道的好朋友，明天见喽，拜拜。Bye。华冠投顾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104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。